国考文科同时写出第一本客家史诗《当官人生的十年王之庙》，受到万我母女远通的影响，投入汉语文化创作的领域。二十多年来出版过的全书，含有主编的文书，超超过为六十人份。多年以来呢，都有感受到讲，无客家话，当然就无客家人的安尼个危机感。本段是好离群的王之庙。在二十多年前参加万国母女运动过后，就归处建立传统客家文化，同时在去年同朋友成立了文化客家双归刊，希望带动客家文化创作的风气，因为希望有很多客家后生人甚至是非客家族群，能做的体会到客家文化之美。